欸，像 C 它可能是和 H 组合，嗯哼，那另外一个 C 可能就和 O 组合。OK， 讲的有点对哈啊，这样写法呢，这是错的，这是对的，这两个可以相等的。对啊，对啊。这个叫做化学式，这个叫化学结构式，因为它把一个结构写出来了。这个呢是什么？那这是化学式还是化学结构式？化学式。好，那结构式啊，你看它可以把结构写出来，那你把结构写出来，为什么说这个不对？这样写法的意思哦，氢先跟氢组合，再跟氧组合。但氢跟那事实上我们真正的化学式是这样，它的结构式是这样。氧跟两个氢分别组合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氢是接在氧的两边，啊，所以你要写的话，你写 HOH 是 OK 的，啊，但是也没人这样写啊，通常来讲就写 H2O 就可以了。那你同理可证 ，CO2 应该怎么写 ？CO2 会是，如果写的化学结构应该怎么写 ？COO。COO， 那么别的答案？哎，这两位同学 ，OCO。OCO。还有别的写法？还有别的写法 ？OC 谁要 ？Q 还有别的写法？没了，没有 Q 哈？怎么写？应该怎么写比较好？不知道。想一下，你们刚刚在 OOC OOC 好 OOC。哎呦，还有别的写法？不知道。我们在想什么？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好，那回过头再看一下好不好？来仔细看一下。来，水呢？它真正的键结，我们以前写过很多次嘛，它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氧跟两个氢结合，所以我们写 HOH， 表示它的排列顺序。你可以写成 OHH， 不行哈，因为它没有这样键结的方式。哎，陈勇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记得看一下。我都在看哦。啊，因为它如果是这样排的话。表示它是这样间接的 ，H 跟 H 先接在一起，在这个氧氢跟这个氧接在一起，所以这样的话应该 OCO 咯。哎，这位同学刚刚跑去哪里？不知道，一下没有注意到，就消失了。我瞬间移动。OK OK， 这应该 OCO 对不对？刚好 miss 掉很多重点。好，陈韵，你说什么？这应该是 OCO。OCO OK， 在这个地方 OCO 是对的哈。COO 跟 OOC 一不一样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不一样吗？想清楚一下。一样。一样吗？想清楚一下。一样。为什么一样？因为他们都是 O 结合在一起的结 C 啊。OK， 非常好。它只方向不一样而已。冠廷，听到吗？我听到。它哪里不一样？这两个结构不是啊？那一样的。啊，都一样的哈。来想清楚，我再问你问题一下，根本没听清我的问题就开始想，啊。要听清楚在讲什么哈，那你要回答，想一下，要回答先想一下哈。所以这是化学结构是这样清楚嘛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荧幕这个哈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醋酸，C H 3 C O O H， 哈，好，看到这个结构，你可以想象一下吗？为什么 C H 3写在一起 ？CH3 为什么写在一起？它是碳氢化合物。它是碳氢化合物，可能说，这位同学又跑掉。它为啥写在一起？想一下嘛，为啥写在一起？好，可以告诉我吗？假设这边这个结构，黑色代表什么？它对照一下，黑色的结构跟那个化学式。这就是 C。黑色是碳，对不对 ？C 对不对 ？O 在哪里？红色。红色是 O， 可以吗？那白色是什么？氢。都清楚吗？清楚。不清楚吗？清楚。不清楚吗？清楚。不清楚，为什么不清楚？或者说你觉得哪边有问题？那它是另一个东西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 CH3， 什么是 CH3？ 你把它关了。啊？你把它关了，荧幕。关哦，这边跑掉了。好 ，It's good。正常来讲，碳。这我们用碳来想哦，碳有几只脚？我刚刚讲过，碳几只脚？碳有好多脚。可以具体一点吗？碳有两只，哎，三只，碳是多少？碳是。好，我们想一下，碳的原子序多少？
它的盐水区多少？十四吗？知道了。再查一下化学式啊。这么复杂的问题哦。查一下周期表，查一下周期表，碳的化学，碳的盐水区多少？查一下周期表，快点。那边的同学，快评盐水区。六。还好，我刚刚猜三个，猜到一个。六。所以它两只脚。刚刚做实验不用课本。对。现在是四只脚。四只脚。它的原始区是六，所以它有几个电子？加四或减。那几个电子？六个。那六个电子，第一层有几个电子？两个电子。第二层有几个电子？四个电子。所以它稳定或不稳定？不稳定。它需要几个电子或需要一个？四个或丢掉四个。它可以加四个电子，也可以减，可以减到四个电子，啊、哦，才会稳定，对不对？不，对不对 ？Hello。喂。啊、哦，第二层要八个，第二层要八个才稳定嘛，对不对？记得吗？你记得吗？记得吗？记得。好，所以呢，它需要四个电子，它可以跟四个有电子都可以接受。所以假设碳要跟氢反应好了，碳要跟氢反应，它要跟几个氢反应？两个。四个吗？一个氢可以提供几个电子？一个。一个氢可以提供几个电子？一个。一个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是一个？它只有一个，因为它是九个电子嘛。好，继承 ，Hello， 继承。氢可以提供个电子，对，它可以跟几个氢反应？四个哈。正常来讲，我们氢提供电子给碳，所以一个碳也跟氢四个氢反应，它组合在一起。想象一下，好，利用下个题想象一下，一个碳跟四个氢的结合，在立体空间它应该长什么样？想象一下，好不好？等一下下一堂上课。告诉我答案，然后啊 ，CH 是有这东西。对，当有 CH 不够，它是什么东西？它甲烷。连想都不想想。啊 ，CH 不够，它在空间中应该怎么组合比较好？想一下哈。